你是不是这边的？是不是这个位置写的吗？是实地是座位的吗？那你一个票上面写的是实地的吗？你让的呀？我当然，你把身份证过来拿过来，你证件不捡到了吧？对吧？我捡到你还是你？明明写了实地嘛。实地是没错呀，我坐在这一排是没错。为什么你坐那里来？那是别人的位置，是别人谁的座位呀？ 谁说你这个位置是你的？谁说这个位置不是我的呀？这上面写了过道吗？这上面这个位置写的是实地不可以坐吗？你的位置就坐你的位置嘛。我票上面写的是扩大的座位吗？你把你的位置坐你的位置，你坐别人的位置干什么？坐别人，我坐哪个人的位置啊？我是买了票啊，我没买票吗？你坐这里了，这个位置是别人的了。凭什么呀？凭什么这里写了啦，妹子？那你就应该贴在座位上呀，你为什么贴在那里了呀？ 所以说要推到这个门，哪个你给我不正常这样坐的？你特殊一点，你把身份证拿过来。不给你。为什么不给？为什么要给你？我有票，我没票吗？要对人证票是否一致，我怎么知道是不是你的票了，对不对？票，你连你自己的位置都搞不清。这个位置一起了，你这不讲道理不？谁不讲道理啊？